讲真侪故事，上温柔的声，仰望宝贝心肝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文杰。大家好，真欢迎有这个机会，让参与这个作品，这个柯教授甲陈伟志为台湾所写所讲的这个故事，我想这是最重要的故事。最重要的作品啊！你来面我负责的是音乐的部分，我要先感谢佳慧，因为伊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甲我讨论，甚至是一段一段。我会记有一摆，伊要去，那想要去演讲的款，伊要离开厝的差不多两三礼拜。我讲好，你离开厝的时，伊会记得把这个故事的这个文理稿，放伫卡网内底，啊，你有时间就看一下。啊，我等有机会就来讨论一下。所以这个文理稿，这个东歪歪嘛，塞几台湾的，安尼台湾头拄甲台湾尾。所以迄阵伊真辛苦啦，所以嘛，互我真侪想法，真感谢。我嘛感谢迄、那个魏秀平总编辑，甲迄个蔡明群编辑，吼，因足侪方面甲我斗相共，互我当真专心伫咧音乐个部分。或者我先感谢。哦，我还记得我在迄个考试开考书，甲杜成辉老师的处理边开讲的时阵，我有听朱老师讲到，伊讲日本人都重视囡仔的物件，也譬如讲吼，伊要给囡仔听的物件，要给囡仔看的物件，是请 NHK 交响乐团来做演奏。啊，即句话我咧做音乐的时候，我一直放在心肝底，我一直，你唔嘛讲我会当做一个较好的品质。这对我来讲很重要。还再说，我觉得柯博士跟陈伟志，因为一种很特别的台湾人气质，就很漂亮的气质，这个时代是越来越歹找，所以我希望我做的音乐，会更符合他的气质。所以，刚才听到陈伟志跟我的音乐的那个肯定，我觉得很光荣，很感谢。当然啦，我后壁是无 NHK 交响乐团来替我录音啦，无这个机会。吼，但是，我嘛，咱台湾嘛有足好人才啊，我嘛请到真好的音乐家来替咱录一个，咱听着真水的，但真袂歹恁的声吼，歹恁咱范可欣老师今日嘛来到现场吼，好。所以大家咱听看卖吼，来音乐里底，伊迄个画面真正是会较足水的。好，所以我伊嘛，容易到三工，我迄个品质的部分较袂走进去啦，我家己较袂去烦恼这。好，所以咱讲到这个音乐的部分哦，其实这个故事的音乐，这套故事的音乐真够重的，因为伊的角色太水了。你有足侪足侪无同的角色，拄啊参照。陈伟志在讲蜡烛，蜡烛，蜡烛要提顶杯，咱的音乐要安怎做？伊拢在想讲，要安怎做这个蜡烛的音乐出来？其实咱会当在这 CD 的第四、第四原声带，咱会当先听看，咱到时会当听看卖讲这个蜡烛的部分，伊的音乐是安怎做成？伊安怎样啊？过来吼，佫有参照咱阿布王啊，伊带阿阿咧行路的时阵的音乐是啥物？还有好心的老阿公跟贪心的老阿公，好心的音乐是什么款，贪心的音乐是什么款，好，那咱也有机会，咱帮大家听，那个有不同的，所以是真够工，真辛苦，但是真有价值，我跟你听，你看到这个场面，真感动，看到这个作品，我现在要先讲一些我做这个音乐的感慨，我感觉这个音做这个作品的时阵吼，我其实我感觉真侪代志，我感觉真艰苦的是讲，咱这个故事一直搁咧发生，一直搁咧发生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咱看迄个日兰底亚城，日兰底亚城荷兰人要骗咱的土地，伊讲我只需要一块甲牛皮的平大个所在，结果伊起甲大大间，伊搁。都采一个大炮来对咱的原住民。我咧想着讲，咱去准备创这个核废料的时阵，政府伊把核废料弹去蓝屿，
那个达悟族的人，哎，骗人讲讲要去往来的工厂，往来罐头的工厂，啊，去讲那往来，结果就是河北了过。这跟迄个荷兰人咧，伫咱掠城内底，荷兰人咧骗关树民，敢有啥物无共？啊，咱搁看到这个朱一贵，我拢有讲到朱一贵吼。朱一贵当然是英雄，啊，朱一贵伊吼出世的时阵，朱一贵搁去用挂号，讲伊是为家己，讲伊是为了要做皇帝，去用台戏，搁去用挂号。就咱看即马敢。嘛是一直搁咧发生啊！咱看白色恐怖的时阵吼，我因为我做一挂白色恐怖的这个影片的这个音乐，所以白色恐怖的时代，咱甲政府共抓起来，共关，共刑，共枪杀，啊，敢有共挂哦？当然嘛有共挂哦。是安怎要共挂哦？因为因要领奖金，啊，奖金为倒位来？为即挂受难者的财产来。应该要财产没收，啊来做一挂糟蹋人的人的奖金。咱看就这几款的故事，同款啊，同款甲朱一贵同款，去用台戏，搁去用挖。来看三当前大波事件，怪手啊，入入去田内底，啊，甲种作拢甲毁掉。迄阵大埔有一个阿嬷姓朱，哦，啊，伊上爱做的代志就是去伊的田内底巡巡看看，结果伊的田间有飞掉，伊煞坐因门卡口的医疗，食农药自杀。啊，迄阵咱听到行政院长，咱即卖副总统伊安怎讲？伊讲，即个富人人吼，伊本地都有病痛，所以你讲糟蹋，啊，佮讲消遣，佮要讲我。这嘛是同款，甲处理过是是，这代志敢有啥物无同？三年了后，今年七月十八号，咱看到大埔的张药房四号，因走来行政院想要保留因的所在，保留因的厝，结果因前脚一走，后脚怪手就随伊来，随甲因的厝拆掉，啊，张药房因赶紧处理了。因在做是啥物代志？因在敲锤啥物？因在敲锤因结婚的事。因想要保守的是这个记忆，是生活的记忆。啊，迄阵咱搁听到真侪话哦，个人讲啥物？讲因生活其实袂歹过。啊，因是搁条件讲袂好势，因无爱搬。啊，九月十八哦，两个月了，咱张药房的头家的尸体被发现。啊，条件讲袂好势，敢有必要提命去赔？敢有这个可能？所以这嘛是挂号，这嘛是一种挂号。所以咱看这个代志一直发生，一直到今嘛，我感觉这是做艰苦的代志啦。所以我讲上面我讲到顶来，我真感谢这个陈会计，真感谢郭教授啊，郭家辉哦，因对这个。作品的重视，各有三下哦。魏总编，因对这个作品真正是出这个力的，所以咱会当为这个作品用无同的角度去思考，用人的角度去思考，咱才会有同理心。啊，用人民的角度去看历史，因为咱即卖历史拢是统治者的写，是统治者的历史。啊，那是无法度个人民的用人民的角度看历史，那有可能写人民？所以我感觉这很重要，很重要，真感谢有这个作品。啊，我嘛真感谢魏总编，我昨日电话甲伊讲话的时阵，我讲吼，我若是今日无说伊，讲到一寡即马社会的代志，啊，敢会困扰，啊，敢有要紧。啊，魏总编时阵讲，你做你讲，你若是搁爱烦恼啥物，玉山社都毋是玉山社，我认真讲，对吼。我感觉吼，迄若有小手一定爱打，迄一定爱甲救，迄真正是出水开。啊，所以真感谢刘三侠，一直咧做这个工作吼。啊，上尾我讲倒转来啦，我讲这个歌谣的部分。咱拄啊，郭教授讲到抓两本内底，伊这个有足水足水的文字，足水足水的这个
这个文化的内底，这是真正是事实。因为咱四个歌谣内底有两个歌谣，我写两个歌谣是为大龙文出来的。伊这个文字足水的，伊唱曲足趣味足新鲜的。咱听迄、那个有一段叫做阿爹食饭，阿爹阿爹起来食，小小白米饭，正正菜头汤，咸咸菜脯卵。无事甲囝讲，有事囝担当。好、哦，咱看这其实足趣味的、足水的这个文字嘛传落来。啊，当然，所以咱起码有这个机会，咱把这个传落去，咱真正是足重要的。啊，佫有一个是芳提亲，芳来提亲，芳来提亲，伊专门叫芳去提亲的时阵，嘿，芳讲足短的一个文字，但是足趣味的，伊讲哼啊哼，头家叫阮芳丁人。要收你就收，唔收我要等。啊，其实这个物件连刷，伊迄个音乐就出来了。哼啊哼，头家叫阮旁边人，要收你就收，唔收我要等。所以我咧写的时候，感觉哦，这个其实本地就做文学，做伊的艺术性拢足够，拢已经真高，真有够。所以咱歌谣内底吼，咱会当听咱歌谣内底有。收一个专门本的歌，过来是好歌歌，拄下讲起嘛，讲到好歌歌歌本吼，好歌歌咱重要是一个勇气甲智慧啦，啊，唔是甲囡仔吓惊，所以我想要，我其实留住真久，因为咱有一首好歌歌是大家拢做熟的华语的好歌歌，啊，所以我留住真久，感觉真正爱写好歌歌，但是我想，迄、那个精神其实，伊迄、那个华语的好歌歌是讲，你会搞我的枕头啊，搞我的鱼啊。这根本对，啊不，当然，我想咱有另外一种诠释的角度啦，所以我写这个好歌写歌词的时候，我就想讲，咱来个勇气、智慧写入去。后来是，咱来讲这个故事，囡仔咧惊的时阵，拄仔像你只讲，大家拢惊，就靠，拢做惊。咱安怎甲囡仔讲？咱应该是讲，唔免惊，可能是妈妈笑、阿公笑、阿妈笑、爸爸笑。哎，免惊，就算讲好过无来，有人会讲性命是无好，所以这个部分咱嘛写在歌内底吼。所以我这个歌内底我是安排一个妈妈的角色，加一个囡仔的角色来唱这个歌，哦，所以大家会当听看麦。上尾啊，我要念一个歌词，就是阿妈的故事。阿妈的故事是我咧做这个音乐听传播的这个故事。我有感动，啊！我感觉这个柯教授、陈伟志，我足侪感动，啊！我最写了这个歌词，我念给大家听，讲真侪故事，上温柔的声，仰望宝贝心肝，感受勇气甲疼。讲真侪故事，上温柔的声，一代传一代的性命，陪伴伊挂落煞。阿嬷的故事，讲土地的心声，有咱祖先的形影，智慧拢伫遮。阿嬷的故事，咱着爱真足听，因为每一句、每一声，拢是小命命。啊，这是我家己的感动，我毋忘这个感动做，写做歌了后会当传出去，嘛会当传予大家。我嘛是愿望讲，大家会当把这个、把这个故事拢甲传出去，传予别人，传予后一代，拜托大家，感谢。